开心。爹，快走，别过来。爹，这是我们家马郡主去年元宵节路过此处留下的，若是谁解开了谜底，这才能免钱。相公一看，足谨四指，寿茂善心，可成夫君。猜一字，会是什么字啊？主子，找到了，前面有一家万安酒楼，可以暂宿。狼。客官，谜底字为狼，但狼并非全族四指。是吗？你家郡主自认懂狼，却是一知半解，班门弄斧，实为卖弄之人。哎，文爷，文爷，谜底真是狼。狼子左寿，又乃善良之良人，故寿茂善心，而良之良人可成相公夫君。看来主子是猜对了，赶紧跟上主子吧，别聊了。哦，我们猜出来了，免了吧。哎，果然呐，这但凡有心之人，全无不解之谜呀。刘叔，近来生意可好？哎呦，托郡主的福，好得很。我是要跟郡主说，这您的字谜方才有人解出来了。刚才有位公子啊，他竟然解出了狼字。他居然说，狼并非是全族四指，还说郡主您啊，是一知半解呢。狼确实并非皆是四指，仅后族如此。看来此人亦是懂狼之人。刘叔，他人呢？我愿与他交个朋友。他不知去向了。哎，差点忘了告诉郡主一个好消息，方掌柜的万安酒楼又要请人来演皮影戏了。听说戏台子都搭好了，郡主不是很喜欢看皮影戏吗？要不我们去看看？也好。掌柜的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各位客官，您是用酒饭还是夜宿啊？夜宿，备好一等厢房。我家主人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你这家酒楼暂不收客吧。啊。这些钱够你吃一辈子了。是小的有眼无珠啊，不知道是贵客上门。各位客官，请随小二至二楼一等厢房，请。几位客官，请随我来。哎，方掌柜。哦，郡主。这么早关门啊？哦，小凤姑娘，今天酒楼啊被人给包了，我们呀不营业了。夔州城这个小地方还有出手这么阔绰的贵客呢。要不然我们改日再来吧。郡主。方掌柜，通融通融，郡主就是想看一眼皮影戏的台子，成吗？啊，郡主当然可以通融。郡主，里面请。多谢方掌柜，我们也不会停留太久，您忙您的，不用招呼我。哎，好。小凤，嗯，你在外头等着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
兽山。爹，您和娘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们两个是如何相识的。女罗草依附而生，娘如此喜欢女罗草，是愿意相信爹，依附爹一生一世吧。女罗草啊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女。王女，
您说娘是王者之女，你就全当是你娘对你的期待吧。她希望你虽为女子之身，却成王者风范。你娘在马府深居简出，从未与人纷争，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出身高贵，名门之后。楚奎知道狼崽本性善良，担心他无法完成刺杀任务，便故意对他隐瞒了灭门马府的命令，直接指使夜煞进行刺杀。动手。展星，在屋里待着，爹先出去看看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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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！展星，千万别出来，外面有危险。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主子，我们昨晚不是擅自行动，而是陛下怕您对夔州城有所留恋，就瞒着您给我们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，
刺杀马英一家，只留马扎星一个活口，事后再将凶手嫁祸给晋国。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依照陛下的计谋，马家军果然认为此次刺杀马英的幕后凶手是晋王。你们两个即刻出发，盯紧马家军。那马斋星呢？本王和文衍会带他回去。是，我等告退。主子，马郡主情况不容乐观，他不仅头部遭受重击，更亲眼目睹刺杀过程，如此身心俱创，常人极有可能昏迷数日，乃至是昏迷不醒。本王要的是方法，他如何醒来？寺庙住持提供的草药已经不足用了，但是属下想到几种草药，或许会有效果。那还不快去取？那郡主，我看着。是。原来你就是馨儿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和怪物当朋友？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。畜生，走开！你不知道吗？你的心儿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因为这个领导是他给我的。狼仔，世上还是好人多，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。原来你是马家郡主，也难怪当年你会背弃我与马府官兵。如今我是伯王，你是马家人。